最近，歌手张艺兴在北京水立方举办了2007事业版图发布会。在发布会上，他不仅为期待已久的歌迷们带来了第二张个人专辑《Shape》，同时啊，还公布了未来演艺事业方面的新动向哦。近两年的张艺兴可以说是非常忙碌，音乐、综艺、影视剧样样不落。努力的他正在向全能艺人的方向发展。日前，张艺兴2017事业版图发布会在北京水立方举行。张艺兴在现场演唱了多首新专辑《Shape》当中的歌曲，帅气满满的唱跳引得在场歌迷尖叫连连。当晚的活动与其说是发布会，似乎更像是一个小型的演唱会。绚丽的舞美，精心的表演，每一个细节都凸显了张艺兴与团队的用心。当晚，张艺兴公布了自己在之后一段时间里的音乐影视计划，并与在场的歌迷共同听歌，畅聊自己的创作过程。每每提到音乐，张艺兴就表露出了极大的热情。在音乐这条道路上，他还有许多未完成的梦想。在音乐这条道路上会一直努力不放弃，脚踏实地谋发展。在活动当天，张艺兴的众多圈内好友也送上了祝福。有好友前辈保驾护航，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，张艺兴今后在演艺之路上还有着无限可能。未来期待他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用音乐带给乐迷更多正能量。金乐坛北京报道。